圈你们吃好到什么程度？来来，露露解释一下，请说。啊，碧珠讲啊。我们真的很好哎、欸嗯，我们来你就唱出来，直接唱出来，我们好到什么程度？我们真的好到，我们三个有多夸张？我们可以一起裸体泡汤，是吗？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好奇，你们三个泡那个有会有水吗？这就是我们一起泡的好处，因为水费只要付一半，对，一半会满。哎，那是真的很好哎。而且有一次我跟 Amanda 是，譬如说我要聊，跟他聊心事，可是因为我太忙了，我中间没有时间可以坐下跟他聊天。对呀，所以我就一边洗澡，他就一边洗澡，然后他站在门口，那怎么样？那你跟那男怎么样？我们最常聊天的地方就是在厕所、浴室，我一边洗一边跟他聊。必出嘞，跟露露好的程度就是我会去他的演唱会踩他的场。我们对，一定要。我演唱会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就会自带妆发，自带妆发，然后来我的演唱会当嘉宾。可是我没有邀请他们呢。对啊，然后他的舞台剧呢，然后我也去当嘉宾去乱演。你这次代言那个傅杰，你会送那一瓶吗？有，他刚刚就欧德曼月没口味了。对对，好，来，我们开始出问题，问他们谁是假面闺蜜？来，请问，问露露。曾经抱怨过陈汉典什么事？很多啊！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啊？我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嘛，很 nice 啊，对啊。好 ，OK。我人那么好，有什么好抱怨的？请亮来。丑丑丑，高高石什么、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丑这个是见仁见智，这是很主观的。你可以说我怪，但是你不能说我丑啊。我要加一个。好了，碧珠，碧珠，你说。包包十万是什么意思啊？丑包十万，像其实宪哥知道他常年穿了一双银色丑鞋，后来被宪哥发现，那么丑，对，丑到被你发现。然后呢，他某一天背了一个包包，哇，很炫耀。跟我们炫耀，我说，哎，我刚才我买新包包，对，有牌子的，哎，丑包牌子，好丑哦，好的不适合他，真的，对，不是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他们是有阴谋的。怎么了？他们说，哎，那个包包不适合你啦。哎，我们很适合背，我们适合背。啊，5000块卖我，5000块卖。我说拿一个11万呢，你要5000块卖你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说人家丑是有目的的啦。不是，汉典真的品味太差了。他就是不是包包的问题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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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汉典品味差不差，一定要到最后我们看到他带出来那一位。因为我是很神秘品味的终极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来来来，请看。有个酒池肉林的猛男派对主持工作，可以带一个伙伴哦，你会带谁？好，一起。单了啦，一起工作。哎呦，阿梅达，一定要带他，哎呦，因为其实我不能选别人嘛，我就整。好，你可以自己去。对，哦哦，好，自己去。你就自己，你不要带我们。对对，我不应该带你们的，我应该要自己去。因为其实我们认识多几年，我们认识十年，在十年当中，只要我们任何一个人生日愿望，其中一个一定是拜托拜托，希望阿梅达今年有性行为。今年可以跟人家哦吼，对对，今年一定要跟人家哦吼。对他们第一个愿望都会送给我。碧珠也是选择阿，对我选择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这一生当中呢，真的是注定要怎么样要当老处女了。不用了，不是因为很奇怪，是因为他曾经跟约他有暧昧的对象，暧昧的对象呢去看星星，他暧昧的对象已经摸到他的身体了，我想说那应该是乔蕊才对了，没有，他两手空空回来说，哎，我真的没有干嘛，哎。已经带到家里了，而且是在一个关心房，对，气氛很好，而且有喝酒。Oh my god！ 然后已经这样摸，已经这样躺上去了。哦，没事情，没事，什么都没有发生哦。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但可能真的，我遇到我真的喜欢的，我会有点，他会怕，我会怕。哦，就男生也要有一点主动，但他没有动啊。时代不一样了，你自己不主动的话，你干嘛？互相了，互相。我们都处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好，一直吹口哨也不是办法。吹口哨，对不对？爱与伤，遇到喜欢的男生，你会怎么样？啊，我也不会主动哎。你也不主动，我会害羞。暗示暗示就好了嘛，是吗？熊熊呢？熊熊，我也是被动的，我也不会主动。被动，但是会用暗示的啦。暗示怎么暗示？怎么样？就是可能。有没有听过八三幺的新歌啊？痒痒叫什么？痒痒。OK， 暗示了哈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来，请看。来，好友在国外被洗劫一空，你会为了谁排开工作，立刻买机票去找他？好，好，哦，去救他就对了。哇，这个很感人哦。好，直接飞过去找他。哎呦，露露，
哦，没有，都不会啊。啊，不是因为工作太忙了，自生自灭。没关系，好了，我会救他了。哦哦，不行，你已经写 no no 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就过分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你都不会是，我都不会，因为我是学校老师，我没办法请假。我也是，因为我觉得没办法请假，没办法请假。哦，哎，啊，你只有你要救，因为他曾经就是真的在心情很不好的时候，他有跟我求救过，他就传讯起来说求救，然后对，然后我就立刻，对，我就对，然后我就立刻去陪他这样子。其实他真的很感人呢，因为我就只有一个符号，就打 SOS 这样。对，然后我就当天就当天晚上他就来找我了，真的哦。对，可是他们俩每次都说好像就是。就是他们对我很好，但其实有一次呢，我脚开刀的时候，嗯嗯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开刀嘛，然后在前一次开刀是我那个卵巢开刀，然后我就是很严重那样在病房，然后因为小燕姐啊，大家都有送那个水果礼盒给我，然后想哎两个朋友来探病，就他们两个来什么都没有带，然后甚至还把小燕姐给我的水果吃光，吃光，没办法啦，你消一消，你跟阿拉两个阿拉丁神灯交往，怎么会有这种水果被拿走很合理的，没有。你之前脚受伤的时候，我也有去你家照顾你啊，热他的菜，因为他脚不方便嘛，然后这边帮他热。哎，那个汤哦，他还要求温度要很烫哦，光那个汤哦就热了三遍，好，就这样来来回回哦，热到我就说你要不要自己起来走走看，你要不试着起来走走看，我那一只脚就受伤。我们就是好意，也不是你的看护。我厉害，我受伤的时候开始骂，开始吵了，这好朋友才有这种 complain。